好，有声音。嗯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心之屋，这个吗？啊，这我好像是，哎、欸，我有买，哎、欸，我没买过哈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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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安，我看到个成就，我想说啊，完了，这个我觉得，这个。连续登录100天呢、欸，啊！我相信你们很多人解完了啦。我现在看到，天啊，万之前就解了，太傻眼了！登录妄想神秘成就，神秘成就。累积登录，无耻！获得确实三上哦。怎么可能？男角才不要！看看其他的，在段位中合一千次，谢谢小鱼。啊，都段位的、哦，段位。不良好，哎、欸，你多少啊？你登录几天了？啊，都段位长，连胜之道。我记得有个干爹观众，他不是有连胜之道吗？不要段位，难怪你们那时候是讲成就什么的，来吧。送盒啊，冠良怎么还没买？早安，Gです。Hello，
哎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趁他病要他命。G です。然后看了之前牌谱，我五张就在做绿鱼死，我真的太勇。哎呦，你很勇哦。ランです。立直。哇！断线回来，马上立直。你的牌是多好？早安，早安。今天结束后，应该去继续玩昨天那个吧？哎、欸，我昨天那个，我私下又玩了大概两小时吧。我搞不懂那游戏有在干嘛、欸，因为，怎么说，就是你如果不小心小，就是你派出去的兵扫到一眼那个别人的基地还是什么的，他们就会狂派兵过来。啊，如果你没有把基地打死的话，你就会死。我昨天就想说，嗯，奇怪，我的吸血鬼怎么守不了家？发现那个四面八方真的同时都来太多了，然后吸血鬼守不住。自摸四暗客单骑很常见吗？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怎么可能不常见呢？吓死了！雨恋安安。啊！感谢雨恋的会员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款感觉很好玩，还不错。他怎么讲？他玩的会比吸血鬼幸存者还要久。不像吸血鬼幸存者啊，你大概装备成型就挂着不用动就好了。啊，那款是你要拼命出去探索，就是要做事情。你要拓地图有的没的。本一ドラ。リーチイペコドラ。在挂台，嗨，哎、欸，你要跑再跟我说、哦。我只觉得他角色很难控制，你知道他可以手动控制吗？可以吗？他只能控制一只角色就比较尴尬、啊，所以我是想说，就派一只先去探图，探到之后就集中先把那个就轮流控啦。我那时候我想一下、喔，我昨天玩的时候是，我昨天玩的时候是那个，敌人那个要冲进来的时候，就赶快派一只角色出来，然后就控好那只角色卡个位置，然后再离开那个，等清完之后再控回原本的那一只，就手速要有点快一点，有点麻烦。你知道啊？啊，你问什么？没事，对不起。你是问啥小？然后资源都随缘，对啊。然后有时候派猫咪出去捡资源的时候，啊，不小心死掉了，难过哎。好啦，你走了。多拉哥，多拉哥，因为前天有那个。
大有个小小的屠杀，然后刚好被屠到。G です。これまずいの。人家明明你玩多久了？游戏时长。看看我的哦，那款游戏现在玩了多久？4.9小时。1小时前还在摸索哦，然后如果你看到那种遗迹啊，记得点开它哦。它需要感谢雨恋的会员，啊干，我要耳机拿下来。还有一个嘞，还有一个，好，结束了。嗯，都还没哦。等一下哦。机器人爆。对吧？有没有觉得歌太长了？今天要国事无双吗？没有，我今天只想解任务而已。我知道，要么清一色，要么混一色，然后一定要有宝牌。去看了一下任务，还有要自牌。嗯，感谢雨恋镇定啊！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，一样可以私讯粉专。哎、欸，那我现在马上去跟小帮手说，你很喜欢会员歌曲，可是太久了，剪片剪起来会有点困扰。主要是因为那个啦，有时候可能在我们在彼此聊天聊一聊，突然一个会员加进来，所以那一段就变得很难剪。但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啊。然后抽到的会员啊，如果没有持续，没有自己续，应该说什么，没有续订下去的话。因为毕竟是赠送的，然后会退出会员，然后会退出群组。啊，他的意思是说，除非你下一次又被赠送到。不是啊，包包你不是原本就是会员吗？你去咪干嘛？就高、
等下我去敲小帮手一下。干，对不起。碰。白包哦哦哦哦哦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不好笑哎、欸。有去敲他了，刚刚说再帮我注意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好敲哎、欸。报告明天可能。リーチです。ロンです。リーチ一発ドラ猫。リーチ、チートイ、ドラニ、ドラニ、ハネマン。哦，不飞，说谁？哎、欸，怎么每一轮都有我的牌啊？我的长风哎、欸，真好。没送过位的，刚开电脑送的，看看啊，所以好玩吗？花钱的感觉好玩吗？我想说，嗯，可以送会员的卡没钱了，什么意思？你花在谁身上了？是不是西罗亚？没有啦，感谢利恩。
谢谢谢谢。ロンです。谢谢你的十万块啊，这真的是十万块了，对吧？十万。能能哇，你最后才摸到哦，你差点杀了我。好了啦，冠良醒醒啊，冠良醒来了没？嗨，葵花真安。今天的冠良醒来了，哎，开始抢咯。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嗯，好的，公仔哦，五六五四，好。哎、欸，任务快解完了，谢谢。哎，有气无力的，没事，我们不要让他说话，听他叫就好。可恶，九中九排的说，哎，我想说。不是，我一开始不是丢一堆幺九牌给你？我想说，哎呦，冠良在想什么嘞？冠良醒醒咯，该醒来咯，冠良，今天客人多到爆，好好休息啊。给一下嘛，不是我给你啊，我红中都打出去了哎、欸。我不是给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能给的我都给了，红中也打了，差一个多小时，加油！哎、欸，超过业绩你们会不会加钱？就老板说哦，很多钱，可以给，可以给啊，加薪加薪。那先主要先冲我的任务吧，没有，好吧，也是啦，我可有那么好的老板，对吧？吼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。贪心？吵什么？解任务啊！这是解任务，懂啦，爽啦！啊，我还是开箱个皮好了，等一下。这么丑，丑一，我可以丑三吗？等一下，就像我说的，人要先丑，之后变帅就会知道了。金呀，阿里吉。那个炮影，嗯，怎么开啊？
西啊？他现在侦测不到我的脸，不是我的脸没了。怎么？これぞ天赋。好了好了，脸出来了。哈子。中。哈哈，干嘛？リーチ一発ツモドラニドラニ。哇，两次哎，爱死你了！哇哇！哇！看我笑到眼睛都合不起来，眼睛都合上来了。哇！口水，我流口水了。哇，吵够了没，繁星？都是你的声音，繁星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哇！哇，这牌好奇怪啊！这牌好色哦！我要吗？我不要啊！我不要，不可以，我要解任务。你说朵拉尼的那个吗？应该要用吧？不对。你是说把朵拉尼捡进来当会员铃声了？リーチや。这是什么？托鲁亚安。ポン。ロン、服着てる。月姬安安安安安安，哦血，哦血，碰呀，碰，来吧。Long。跑！我要去跑图了，繁星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啊啦啦，しょうがないの。呼呼呼呼呼，看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香菜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。给我香菜，给我。ツモ。嗨，夏西安安。リーチピンフ一つ。稳对宝三次风，这是解任务。对啊，我就是刚刚在看的时候，要清一色、混一色宝牌。四牌，好，记下来了。トイトイ、本一次、ドラさん。啊，至少白曼这地毯应该是解完的啦，现在剩下沙发了啦。
对不对？我这个就是任务阵容。好了，应该可以开始玩。哎、欸，你们有人要传说对决的序号吗？有没有玩传说对决？我去买那个纯吃茶的时候，上面有这个，你们有人要吗？你干！北七，我在撕序号卡啦，有人要吗？反正我输入嘛，抢到的再说声谢谢就好了。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人在玩啊。以上没有工伤，没有啊。等一下，我用念的哦。啊，开始。我缺，没事啊，我打出来啊。切画面吗？切什么画面？没有啦。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你们没抢到的不要难过啊，反正这款游戏，啊，就有人玩，有人没玩啊。我之前也是丢一个风之谷的序号上去，才丢一次，就底下一个人说谢谢，其他人都说可恶没抢到，就开始一大堆负面还是什么，我就干脆直接送给认识的有在玩的人而已。那风之谷送的虚宝那个啊，也是纯之茶上有。你等等，我看一下传说。哇，你们这个比抢房还夸张哦。我刚刚已经讲完了啊，等这一局好不好？整支茶好喝，好喝啊！我检查一下有没有打错。好了，我其中一个人合牌啊，我就打。屁哈，没有没有，这不可能撕过啦，这个有粘过。我之前玩一个游戏玩太疯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店里面的那个饮料上面也有序号，都被我撕下来。理解。哎、欸，没想到是我哎、欸，好了，序号。为了传说序号买了一箱。我之前有看到抖音上有一个人说，为了她男朋友。把那个超商上面的纯那个传说那个纯制茶全部包下来买，有没有喝完我不知道啊。可是哇，可以拿来泡饮料哎、欸，好想喝！你来台湾，我请你喝嘛。你想要喝什么口味？好不好？我是推荐柠檬红茶、我喜欢酸酸甜甜的感觉。所以它有那个啊，那个。那个柠檬绿茶，柠檬绿茶也蛮好喝的。酸酸的感觉，的滋味，我想要。然后有时候可能想要换换口味，就会买红茶，虽然有点甜呐、啊，虽然偏甜，但就突然会觉得一下灌光光。难，有人领到了吗？有人领完要讲一下谢谢呢，谢谢领到了之类的。有人领完了没？谢谢领到了碎片啊！不会不会不会，好啦，刚刚序号领到喽，谢谢大家。这次是非工商雀魂活动参与与传说对决的梦幻联动，有点支持纯红茶。
你想哎、欸，红茶加奶就变奶茶、欸，赞不赞？好不好？棒不棒？对啊，它的红茶、绿茶、柠檬红、柠檬绿都还不错。啊，还有葡萄柚也好喝。最常有合作的饮料，对啊。越来越像业配了，代购回来的饮料会爆带不了，对啊，不是只能坐船不能空运吗？还是我含在嘴巴里面，然后到香港的时候，我再亲自喂给你喝，哦，好恶心，葡萄又没喝过，哎，可以喝喝看啊。问号下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我的是红啊七小妞安安帮你啊没对不赖，教主应该是会唱哪一首啊？嗯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、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、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祝福。黄金岁月的靠腰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唱？黄金岁月哦，我最近才听，在边睡觉边听那个影片呢，家人在看。等一下哦。这首听过五百，这首本来就五百写给王心凌的啊。就是王心凌那时候遭遇到那个、啊、被甩，就很难过啊。于是就伍佰就写这首送给王心凌。初ドラ。像当你是林俊杰写的吗？服受装全巻で内から金を巻き上げられる人なんていません。爱情回来过。哎、欸，解完任务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我到九点了，哇！天哪，我们半小时就解完任务了耶，哇！好棒好棒好棒！用 Switch 跑图好厉害，觉得好难控，要习惯。如果讲真的 ，Switch 它麻烦就是在按 Y 键不好点而已，不然其他真的很好，好盾好飞，好好玩。教主要唱吗？哪一首啊？爱情回来过哎、欸，哪个啊？从朋友那儿听说，痴情的你曾回来过，好像不是吧？没有啦，他们不是说那个什么仙人掌只是换钱的，我想说那应该还好。阿里吉。打算等个两分钟再回去，结果忘了。没事，哎、欸，你们有去浴巾看那个吗？船旁边的蜡烛，番茄在那边留个记忆蜡烛，够北七的。这原本是我睡觉的地方哎、欸，然后在那边哭，在干嘛？
蹦。小灯教主唱到底哪一首啊？我用手机听好了，你说哪一个？黄金岁月的吗？爱情回来过欸，是这个吗 ？A 吗？还要加个 A 是不是？嗯，爱情回来过欸。等一下，干干嘛骂脏话？爱情回来过哪一个？是我刚唱的吗？搜寻、欸、台语歌啊，白痴哦、喔，我不会唱啊。我听一下哦、喔。我前奏那么像那个啊？安安，白痴！我怎么弄到 KTV 版本的啦？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听我会唱这首歌啊？我很老吗？鸡鸟，我好像没听过哎、欸。因为是台语，不是哎、欸，是国语哎、欸。他国语、台语都有哎、欸。请娘撑一杯酒，这段我就有印象了。请娘撑一杯酒，醉了红颜愁更浓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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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就有印象了？哎、欸，生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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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摔我手机摔地上了。你是不是笑很久，想很久？好了，确定不是，是我在睡觉，家人在听哦。可以其他歌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要唱歌啊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唱歌的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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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等，帮我加杯。
我家人又在唱别首了，还是台语歌？到底？你家人真的把家当 KTV？、欸、以前我家以前我家那边也都是有 KTV 可以唱，然后有时候我姐会带那个朋友来我家唱歌。因为那时候国小声音还没有转音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些很高的音都可以唱得上去。啊，喉结长出来之后就上不去。我刚刚听前奏超像那个哎、欸，冷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真的是，你们去听黄金那个刚刚讲那一首《爱情回来过》，然后他前面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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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超像的、欸。混老头，看出来了，混老头，有条在你手上。残し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ら。七彩的微风，啊，完蛋了，靠腰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哦，是不是两张东风跟两个九条，你合下去就变成混老头而已了？你在等东风，对不对？然后手，我的手，我明天可能真的要去看医生了。我的手腕好像快不行。就是之前不是开始没打 PVP 游戏的时候，不是那时候说手腕在那个痛，那最近又开始复发了。哦，腕的好痛哦，腕的头，两张东，干，他中了。力气，没有，按错，没有，取消，取消，对不起，我连点太快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，哎、欸，打叉 D 干嘛？叉 D 哎、欸，我们不要看到那个结算画面了，走了，哎、欸，你 A 的太自然了吧？很气，没有很气啊。哎、欸，你手上两张是什么？九条对不对？不对，九条已经场上。好痛哦，我的手。你是自一色大四喜还是大四喜而已？六七八东哦。所以我猜暗刻吧，哦。看，哇，亮！大四喜早就有人飞了。哎呦，你很嚣张哦！啊，好痛哦！少数系，哦，又解到任务了。海底魔月应该没了吧？地毯任务应该解完了，地毯跟沙发没了。又是你没听过的歌，来，你打出来我看看是哪一首。
啊，不然你现在加会员，你唱给我听。残し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ら。所以最后一场吗？可以再一场啊，看长度啦。这一场如果55分、56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累累的。不过累累的啊，再讲一下那个胖可啊，应该不会再玩那个，就是大逃杀跟那种版本的，因为那个有版权攻击，所以暂时是不会再玩了。你想进来梦想，那我开给你玩，然后我离开，跟他们打，你跟他们打，可以吗？没有加会员的话，那我都还是哦。感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，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你每次都抖那么多，还 OK 吗？啊，我要跟西敏说，我又梦到他、欸。哎、欸，西敏，你要听我梦到你什么？这个好像不能在台上说出来。今生爱你，喂，不会。不会。梦到什么？觉得蛮好，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啦。你怎么梦到他啊？因为他那时候私下跟我讲了一些事情，然后最后跟我讲说那是骗你的。之后他是跟我讲说没有啊，那其实是骗你之类的。我说你怎么可以骗我？最近这个是你的咖啡钱，不是车钱吗？你看你抖给我，你就少喝一杯咖啡。我看到关于什么加死阿且买了一只小号，完蛋了，他的小号会不会跟我抢番茄的东西啊？哎，不对，啊，你小号有什么东西？你买小号，你就不怕出事情哦？所以我在梦里面骗你，对吧、啊？都是被我抓到了。小王子到现在哦，那比我慢的。你是看中哪一个啊？披风加兔子头吗？哇，那确实是很吸引。好奇一下，西明会台语歌，他香港人，你不用担心小号会跟你抢，我会买三人份，买一只哦。哎天派，哎天派，好嗨哦，他好开心哦。我想说。你买小号，万一我养小号怎么办？等一下啦，我找不到西敏啦，西敏在哪里啦？西敏，你私讯我一下。他是我的心上人，天哪，我有油爆！啊，梦里面就是有关于克洛伊，你知道吗？你再把这件事情跟克洛伊说吧。我觉得很好笑。这里好，找到了，封锁，秒敲秒封锁。好了，讲完了，好好笑的，没有，这真的是觉得很好笑，很荒谬。这个不能讲，这个是西敏的秘密。
对啊，只是我梦到就很好笑，很好翘。你好，西敏，好笑吗？很好笑吧？啊，你去跟柯洛伊说吧。我想说啊，梦到醒来，没想到我还记得这件事情，都已经过很久。下午醒来的梦，然后下午又再躺回去一次。你看那只很久了。哎呦，我看你是讲很久了哦。我也觉得白鸟头加彩虹裤就够了、欸，白霄啦，白霄彩虹裤很赞哎、欸。我本来在北眼镜那时候有在考虑要不要养那个啊，养无意。你想说就带着白霄跟彩虹裤，然后就乖乖去吃海胆跟馒头，安内就好啊。超级价格。该不会两周课到毕业吧？拜托，他一定会啊！他现在有三只羊要养哎、欸，你看，他的那只要毕业，小号要毕业，我这只也要毕业，他很辛苦哎、欸。啊，那自己讲到好心虚哦。然后不会直接毕业，你要让他错那个吗？毕业，所以应该要抖给番茄，抖什么东西？抖什么东西？就跟圣岛的，对啊。就水母头的那个裤子就好看啊！晚安 ，YT L I N G 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掉喽，小四喜，我要把你踢掉喽！哎，进来了，好喂、欸，这怎么玩？打麻将啊？好啦，最后一场咯，换游戏咯。欸，你原本有这一只吗？还是他其实有卖？好了，最后一场了，关掉你们雀魂吧。打错房号进不来。一直都有，我没看你用过欸。我没有看你用过欸。啊！嘟嘟嘟！电竞没得玩，好好玩呐、啊！不是好好玩呐、啊，好好线呐、啊！啊，已无伦次了。跟你玩都用桃桃啊，我知道啊，还有楚楚吧，啊，桃桃、楚楚还有谁啊？六六，分身、独身啊一样，气，来看看他在兔窝屠杀了多少人，
有人唱看不准呢、欸。你看他可惜了，三颗核到一大堆，不都是除草吗？对吧、啊？除坑深深啊，怎么了吗？最近没打打有人，不是啊，是有人就是累积起来的啊。嗯，还是你最近都没有打人？你是这个意思？所以怎么玩我不会玩，但想玩啊，就麻将啊。怎么玩？下载，它叫雀魂麻将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讲真的，你真的有心想玩的话，你去多看一些别人玩，然后请把最重要的这个给记下来，这是游戏规则，好吗？你要满足上面的条件，你才能赢这场游戏。不然，你只进来玩乱玩乱玩的话，你还是玩台妈比较好。连车，你那好久没玩了，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已经还好啦。你去玩啊，你这个灭火器，早就修好了，修什么？我好想跟你们玩潜水艇，嗯，你们可以去玩啊，你们自己开房在聊天室组一团自己去玩，就什么意思啊？它坏掉了、喔，灭火器是狐狸，哎、欸，刚狐狸不是狐狸打字哦、喔，哦，阿七，好抱歉，好了啦，狐狸，它之前有坏掉过，它怎么坏啊？坏坏，就是大家都在瞬移哦，这个，嗯，欸、玩到会发呆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，哈哈。我觉得不能玩那种，就是小蒂娜可能不能玩太久时间了。可是用摇杆应该还好，但用键盘就会开始痛。怎么睡？35度哎、欸。现在这种风吹是凉的啦，但是室内35度哎、欸。然后佩佩，你跟你男朋友最近还好吗？最近都在长时间开台都没关心了。
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，真的完蛋了。很好啊，没吵了吗？至少没有吵架，那就好、啊。那就好。就说嘛，他在找你欢的话，你就不要理他。他等他反省过了，自然会回来找你。那种就是不懂得珍惜啊，不是也不是不懂得珍惜啊，就只是，处理上不成熟而已。你头上是薯条，他叫阿桃，他可以改颜色。你是不是又要线上来审问了？养家的孩子直接回家，也不是哎、欸。就是突然觉得耳朵好安静的时候，就会知道你消失了，才会注意到你消失了。突然一个很安静，然后才知道你消失在眼前。芝麻？什么？无效果？不是，我怕看手看一看，看中医看一看，最后是跟我说早点休息，不要熬夜，把水喝多一点，把油的、辣的、炸的都不要吃。不是啊，真的每次看都是讲一样的话，我真的都知道啊，所以我觉得我都可以开中医啊，我可以当医生，但我不会开药，对吧？できてよかった。油的、辣的、炸的不要吃，水多喝一点啊！不要喝冰水，多喝温开水啊！不要熬夜哦！啊，你都知道，你还熬夜？我说不是，没办法、啊，我正常作息，我在楼下只能滑手机啊。那、啊、睡觉时间是剪片的时间啊，那、啊、没有办法、啊。更新后有限制吗？没有，我哪来的时间啊？最近都睡到下午六七点，那开台时间，最近开台不是在跑，之前是魔物啊，啊现在是在解任务啊。そうしよう。リーチ。OK， 小妹妹啊，嗯、啊，对不起，现在变成最后只能用爬的，我知道啊，我看影片，我那时候也是说我不会献祭了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干干干，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的。
老实说变简单了，看人吧，干！单呢？哎呦喂，你打出这个我就有印象了。干嘛学天降一？每次陷阱王的脖子都好酸，那个人趴下头就跟着低的。马同学，你刚刚怎么办？リーチ、リーチ。打掉九条啊！我不要啊！我不要啊！哎，对，打两桶斯丹克哦。哎，也没有啊。打九条也可以听斯丹克，打二筒还不是刚摸到二筒啊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好啦，离开离开离开。リーチ、チートイ、ドラ、ドラニ、ハネマン。一饼我知道啊，一饼就剩两，剩一张而已啊。哦耶，可是要想欸，刚刚对家也是听一饼啊，是吗？你打出去就放枪了欸。リーチ。那刚刚他几个六啊？不不不，他几个一桶啊？还是他是二三桶？已经出完了，哦，哦，ツモです。よかった。
干嘛？怎么了？怎样？怎样？打call啊，什么东西？我为我打call，因为我打call。好了，感谢感谢。你看仙人掌。好了，解完了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真的没有特别去例子欸。好像再解八八再两天就可以不用打了。我你小号 QR 是我。怎么了？你要想一下，你小号会不会被我改什么名字？哎、欸，对，九点了、欸。你 Q 啊撕我，我 Q 啊撕我，我没看到啊。你是在哪里？还是不用？你星盘爆炸了？没有爆炸啊，只是。你要点亮我才有办法找得到你。啊，你撕我在哪里？撕在哪里？你是在骗？现在才要撕，靠腰哦。等一下哦，找一下 Q 啊。你这一幕截图太糊了吧？好了，加好了。Switch 电脑节奏会不会更快？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换游戏。有人说今天不想跟我玩了，我们吵架了，然后没然后了，没有然后了。原来那天说最后一次玩是认真的啊，不是讲讲的。我最近真的好热哦。
我仿佛看到他出现在聊天室，我是不是有幻觉？没有，变形投影，变形配合荧幕大小。好了好了，怎么办？我好像是不太想他了，好像看到他打字一样。我也想说，以后猎龙没有他，也没有我，看来我们没有。我觉得应该就是你害我们，没有啦。啊，目前的进度是都各买了一，然后猫买了二。猫不能买了，幻觉，这是幻觉，幻觉出现啦！你在这碗饭里面加了什么？啊，丝块。好了，我们来召唤幽灵吧。啊，召唤幽灵模拟器，猫猫先出去，出去让一波啊，猫猫。人体，走，复活。复活，释放。给我上来！我现在是手动的，可以自己扭位置。欸，我有这个了欸，很小，很小，远程吧。昨天玩这个差点玩到早上死不了，你是说你怎么玩的啊？哦，怎么就死得了？你死不了？怎么控制啊？控制后我只会站在原地。WSD 啊，你白痴吗？再不看教学啊，白痴！不是太凶了，对不起。我怎么可以骂给我钱的干爹白痴嘞？哦，凡希你太坏了吧！人家好歹给你钱欸，你怎么这样骂人家？他这样就很尴尬，你看两个槽。你也是会这么说我啊，对啊，那是发自内心真心的好吗？我这个人就不做作啊，讲的都是实话，对不对？到哪里找回真爱？找，没关系，昨天狂失败后认清自己没有脑子了，没有啦，这其实游戏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啊，你没有脑子不是你的问题，我也玩得很辛苦啊。他们去哪里啊？啊，这边就不，这边就弃了啊。刚好前期做出吸血鬼叫守家，可是我前期有吸血鬼守不了家欸。速度，傀儡甲要用什么啊？
好，暂停一下哦。复读二八，不可能，很复的啊。要三二二八，那我五六，然后怎么可能负的？骗子哦！我怎么把速度弄到负的就好？被骗了吗？傀儡胳膊，魔力多到800，完全不知道怎么用。太爽了吧！是啊，也是有人不喜欢被骂的啊。你看看那个西米，之前讲一讲讲到走心了。我也是个女孩子哎，我也是有血有肉有妈生的哎。你这样骂我，我很难过哎。哎呀，亮安。我找不到洞穴啦、啊，巢穴呢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上。不是啊，你们倒是给我把这清一清啊，靠腰。等一下哦。
240哦，嗯，刚刚有人是不是要骂我？你要骂你什么？太扯了吧！什么东西呀？太远了吧！啊，就这样控来控去啊！其实这游戏没有想象放置挂机那么简单哎。多颜色，微笑却不见了。海鸥不再眷恋大海，喝一杯深渊。远方传来风笛，啊，另外一只嘞，在这里。嗯。好，这次可以回家了。嗯，啊，改个标题哦，等一下哦。
嗯，怎么没出怪啊？还是其实这款游戏也不适合我、啊，你看我怎么玩怎么死掉啊！可是利恩他好像最后有个东西要打，你要全部打完吗？有打完他吗？手速没很快、欸，攻击扣太多了吗？看一下这是在干嘛？哇哇哇哇哇！这是哪里啊？独眼巨人的巢。脚嘞？近战呢、欸？放这边好了，放。哇哦哦哦哦哦！哦，很帅很帅，好帅好帅！今天的精彩。来点杂兵，杂兵围围，看一下哦。嗯，人来风来风，我想要有你的声音，你尚未还上。我为你，速度减，好减一，然后两只手，速度减，自柳兼灸，哇，速度73呢，会死很快啊。我那时候卖这卖太爽，结果导致要守家的时候。没有小兵可以找了，看一下哦，我干真的很快，标题改标题，继续当死灵法师，换游戏要打出来吗？游戏不存。
好了，好了啦，幽离子上线了啦，不可以怠惰。你怎么快死？嗯，迷迷安安，嗯，我的赢吗？天哪，这怪好硬啊！等一下哦，真的假的？没有。
哇，这是什么？有腿吗？没有腿。躲不住欸，第二你到底怎么玩的啊？嗯，好一只腿，哦，就你了。我已经失败一次了，吸血鬼守家，吸血鬼守不了啊！我那时候也是，我那时候开台是玩得很顺啊，我现在不没办法啦，干嘛死？你下90/90欸，走不了啊，死了，啊，输了，就完全吸血鬼没加特别的什么，没有啊，我也试过啦，啊，纯吸血鬼的啊，是吧？现在存7000块。
我是昨天就想说，嗯，看一下还有谁有买，然后克洛伊已经加入了收藏库，然后哇，克洛伊耶。给你看啊，你说的吸血鬼是这个吗？纯吸血鬼啊，不是吗？这个我有啊。我那时候也是纯吸血鬼守家，但守不住欸。完全没拿到希尔失败了。他吸血鬼其实就是探地图，你看哦，他这个游戏其实就是，比如说你这个地区，像这个骷髅地区，地上这个啦，收集到材料其实就是骷髅，然后这个地区可能就是那个兽人嘛，这样子。那再远一点就是吸血鬼或者是女妖、鸟妖，那再远一点就是什么半。那个食人魔之类的，它其实这样子啦，所以这个游戏探地图也很重要。可是探太多地图，就是会像你看一大堆一大堆那个神经病，就是蜂拥而上啊。拍个头，卖掉什么？哎。复活，来一只。他就很难过，是不能这样框起来，然后集中打一只，他就只能集中打一个，他就一个一个空而已，麻烦。海鸥不再眷恋大海，河水很远，心中充满风景。只想要有你的声音。所以沙漠可能就是拿到比较粗壮的部位。
好像太安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太认真玩啦。再生能力去啦，看开始有鸟妖了，表示有人探到地图某些地方了。什么啊，亮亮的哦，顶
村庄，好像就是村庄才有吸血鬼吧？那等一下，要随时注意。嗯，先配一只。太认真了，对啊，没办法。他那天也是认真在兽笼啊，结果猎笼，结果他们是叫我讲话啊。红贝贝那一次啊，太认真了吧，凡西。快到家了，释放。还努力耶，哭了好棒啊。努力的骷髅，最认真。还没找到。啊，吸血鬼出来了。找一个窟，
有了。你看啊，吸血鬼。好了，我再试试看，我再试试看，好不好？螳螂腿，我没喝过螳螂欸。有没有便宜的啊？方便。但冲出来全死光，超烂，超烂啊，超烂！你找到一件遗物，薄荷猫，增加猫的速度。哎、欸，是哦，猫你好办吗？这个机器应该很威吧，爸爸爸爸，这个应该很威吧。不是，这个机器。哎，对耶，我没事。哇，走到这么远了哦！哎、欸，干，差两滴耶，太烂了吧！利恩，你有打到这些花仙子过吗？打到素人和雪男而已，哎，所以狼人这些你都没看过咯，狼人、螳螂那些你都没看过。幺幺安安，我那时候打到后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打啊，就像这种东西打不死。
就应该放一只电锯的在家里。电锯加蝙蝠在家里哦，好像不错。要不然来搞一个好了。电锯。2700，2100。啊，就你了，你守家，你守家，不准你出去跑了，守家守家。死了。你看还有补血魔法哎、欸。好像不行哎、欸，不行了，好像极限到了。释放，控制。你们就这样子啊，你那些巢穴没清的话，四面八方就一大堆过来，麻烦呐、啊，麻烦，对吧？幽离子什么时候才愿意再跟我玩？看一下哦、喔，个肚肚，然后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哦哦，脚脚。是有护甲吗？穿护甲的，穿护甲的，不然就跑。嗯，巨人头，护甲巨人頭。怎么办？突然好想刷枪哦、喔！我们好像昨天才。记忆就像昨天一样、啊、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，仿佛我们昨天还刷过一次枪。好想帮他刷到一只小钢炮。哎、欸，不是你，你不是在陪你妈看东西？复活！哦，大剑剑，去年的夏天。东西不行啊！哎、欸，这扛不住哎、欸，吸血鬼伤害有限哎、欸，死光了啦！嗯，
欸，他猫一次卖很多的功能，点到手好酸，真的是很酸。右键就好，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哎！哦，干，不愧是利恩，天哪，绝废了！我一个妈个一个一个拉，啊，真不愧是利恩哇！死了死了死了，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。完蛋了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变这样。嗯，无火，你看啊，后面吸血鬼真扛不住啊，我大概也都是玩到这样子死掉的。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办到的，很强呢。啊，哦，掉在这里。复活，坏死，对啊，这其实是撑得住啦，卖一卖啊。身体勒这里，然后慢一慢，哇，谢谢我利恩，不然我要卖到什么时候啊，就这样过啊，你没有死哦，哇，那你很强，复活！不不，这是干啥？这是精英怪欸，这群是精英怪欸，死了啦，结束了，好了啦，繁星都还没死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又让吸血鬼去送头，好。谁知道这个游戏这么毒，对不对？那你吸血鬼太会撑，你有遇到这样子吗？全部一直狂冲过来的状况吗？好的，搜寻不到这游戏，是我打错了吗 ？N E R O S M I T H。有啊，这个是Steam的游戏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手举这么久，有没有跟我讲？哇，开局神装哎！
那就是要存到7000块去买那个新的丝块。没大雨，你今天几点想跑、啊？没到家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你今天那么累哦。
那还活着哦，还要死了。先休息了，晚安，好，晚安。抱歉，但是没办法动嘴巴玩，很抱歉。对耶，沙漠就是比较粗的肉块，骨头肉块。跟他汇合一起走好了，天哪，我慢慢探图慢慢玩。
看到这个怎么会不打嘞？没有，这个本来只是想说等人的时候或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再来开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用到了。哦，村庄到了，村庄英雄来了，该来屠村了吧。欸，可是如果要赚钱的话，好像要等怪出来再这样刷比较好。对。另外一只嘞，往这里。哎，会喝头毛大鸡。你看这样子，清一清打一打，好像钱赚的好少。所以如果要的话，就是要一直。哦，懂了，不能这样子玩。哎呦，捡到鸟头了。渡人头，还有。
什么？哦，装死了。小乔，那只狗走得特别快啊。哦，螳螂人头。我找不到啊。怎么会没有？怎么会没有？那水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好好看哦。哦，以后我家地板要长这样。没有啦。什么？隔壁是不是也没进展？
想到了国中同学，一个叫无忌展，啊，每家没有进展。哇 ，X 那边一定有东西，哎，欸，哦，那么多骨头，等一下吧。哦，恶魔头，啊，是女的身体是不是？看起来像捏捏啊。对。Demo， 看打不动了，150还没伤害，天啊！看看这是什么？你看这个。这个吸血鬼怎么扛得住啊？对吧？你这是幸运加持耶，欸，我觉得你怪怪的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想，是不是你就是没有走到很远啊？你的兵都在混。看，还电不死哎，欸，电了他两次了哎，欸。很集中哎，欸，现在雷劈下一定很爽，一定很爽。手痒，开启游戏。哎，终于打死了吗？Surprise！ 吸血鬼死了。你看，怎么可能？不是你吸血鬼的问题哦。不是会死哦，会死就是会死，
不是什么吸血鬼的问题，好吗？这样点手也是很酸欸。你看150、120，你怎么打得赢吸血鬼欸？怎么可能啦、啊、想骗我刚被骗被当机了。哎、欸、哦、欸、有啊，有买对有买对，骗我。嗯，猫薄荷在哪？哦，这个第一块钱战败后可以获得100块钱。猫薄荷在这里。啊，我这样就过了啊。那你再过一次，我看你荧幕分享。好啦，还是就到这边好了。啊。不知道欸，可能我又中暑了吧，等一下去楼下拔一下罐。我觉得好累哦。辛苦啦，不会，然后就接着再来一局。嗯，哦，再来一局。没有，本来想说，不然今天就去跟你们玩好了。那个玩泰拉瑞亚，那看到你们进度怎么好像有人突然超前，有人，然后啊，算了，那还是私下再自己进去偷玩好了。速度减速，哇，很强，很威呢，拿着光刃的机器胳膊。啊，戈博文，反正你需要换个新环境。什么新环境？你家也不是比较好的新环境啊！你在想什么？你想干嘛？泛滥。哟，嗨，九口，要不要抓鬼？我小鱼在不在？你是这么想得到、啊？天哪，你整天在那边笑想欸。你整天笑想又不是我。
辛苦了，不会啦。待会去拔个罐看看好了。哎，到处跑，到处跑。这个零件是多少？嗯，我一个就70哦，我天啊！速度28。怎么可能？我看攻略，他说什么？看身体好。我怎么选个速度3的28？加个圆盘跟炸弹，对啊，可是蜥蜴后面还是一下就软，就烂掉了。我有试过蜥蜴啊，26。我们要到木兔了哦！哎、欸，他要吐了，他要吐了，快点吧！快阻止他，他要吐了，要洗子了。
哇，没身体。没身体耶，啊，哦，九百多，啊，两百多，290多哎，够了。刀还好哎、欸，你看光刀的好，那个身体，420啊，贵。复活，释放，什么东西？哦，很可以哦。
哦，这么烫啊！总是没有拿到身体的部位啊！哪儿啊？这么远？哦，身体出现了。嗯，怎么可能？跑出来是那么低耶、欸？有这么高哎、欸？看，耳朵好痒哦。太久没清耳朵了，不是啦，蝙蝠在叫，你没听到吗？
九点开跑哦，我休一下，好。好的，呆鱼收到了，呆鱼。呆鱼说叫我关台了。哇！炸开！原来这不是无声台，没有。我这个没办法一直讲话啊，原本以为可以，但发现不行，嘴巴会停下来。没办法。今天有人请假，不是请假，今天不想玩。我说，好啦，也没有付人家薪水什么的。还是你要休明，早点休，明天跑也可以。你明天休假、啊？明天休假，那我最近都是十二点前睡啦，看你啊。我关台后也没有马上睡，最近比较长都是十二点后才睡。中午十二点前睡，不好意思。所以你今天中午有看到我上线不是吗？然后怎么突然一堆人点我火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对耶，因为今天好不，今天其实，昨天其实小孩子只有一个，昨天没有小孩子，那今天只有一个小孩子而已。你作息好可怕，我都觉得我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觉得我哪天死在家里，你们都不知道。
打不死就打不死。等一下哦，然后再配上头，加这两个鞋子，那减速度，减速度，减速度。有什么减速度比较多的脚啊？我把26啊，我把，哇，这不行啊！感觉这条作息白费了，我这样作息很久了、欸，阵子。哎、欸，这样也有哦。专门偷家的角色，
欧家喽。偷家偷家，我那时候有说真的很想在半夜大半夜大清晨的开台，哎，好，偷家偷家拆珠宝，快乐拆珠宝。在那个时间直播可能看不到我了，我看不到你，是你看不到我。轰啊！不会啊，你要想一下，我可能开到很早啊。早上你那个可以跟我说个声早安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听我的直播记录档，对吧？我掉一只，臭狗狗，
啊，不要太过分哦，让我点啊。没错，冲啊！奇怪，我的手怎么都举起来了？为什么啊？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我会习惯按 F1 切回来啦。那个 low 不是 F1 是看自己的那个吗？
说爬文说什么，就让你的移动速度变成负的，然后就不会，你的那个炮台就不会动了。没办法、啊。龙欸，打完应该差不多了吧。哦，打不死的，好 ,OK,OK,OK。晚安。嗯，死不了的。打龙喽，宠物猎人。
糖果罐里好多颜色，最想却不见了。我不爱吃，不爱。什么东西啊？对。放啊，你就守家了。啊！我这局玩了快一个小时哎，去送头好了。啊，去送一送好了。也不用送哎，我私下必须玩它。你说我看有什么可以玩？看一下我有什么配方，独眼巨人，这个是没有没有，他脚只有一个哦，哦，算了。哦、好恶心的声音，我应该死光了吧？哦，死光了！你看这个老虎，来送一送，送一送。猫咪捡钱，结束结束，好啦，啊关个台啊，有点，赶快下去拔罐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家人出门了，家人出门了，怎么可以玩、啊？嗯，一半一半的，然后这个，
身体复活啊！烤鸭放出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咚咚，在打鼓。那个小什么粉色图腾？好了，死光了，死光了，准备了。出门路上小心欸，去哪里？我们要出门啊。好了。复活。没有，我说我家人出门了啦，把我自己拔罐哦。你再想一下，欸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拔罐？哇！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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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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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电不死。这些我觉得都还好啊。啊，好了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啦。明天末日见喽，大家拜拜。